呃，现在重新再看一下，我又重新进来了。嗯，这个网速好像确实不是特别稳定啊，就是一会儿比较快，一会儿比较慢，但是平均下来应该是还是达得到那个直播的那个要求的。 我再播放一下全屏的效果啊。 有没有好一点？哦，比之前好一点了是吗？嗯，嗯，那可能今天是放下 Word 是吗？嗯，PPT 是有提前发给大家的对吧？所以我有时候还担心你们会呃会打不卡，就是因为我我用的那个系统它有些文件开起来没有在 Windows 下面那么流畅，嗯，所以如果你们。 之前是有看过 PPT 的，那应该还好一点啊。嗯、呃，我们看一下这个 Word 的文档，它的一个显示的效果啊，大家看看清不清楚啊？放大一点点给大家看吧。嗯，这样有没有好一些呢？ 嗯，声音有点小哦，声音有点小，放大声一点。呃，现在有没有好一点啊？今天没有 PPT 吗？嗯，不会啊，每天都会有发 PPT 给大家。嗯、哦，如果还是不是很清晰，你们试一下重新再再进一次，啊、哦。没有 PPT。 哇，那助教是不是忘记了发啊？不要紧啊，我们呃用讲的，用听的呵呵，一会儿晚一点给大家发吧。我看看他们是不是忘记了发，还是怎么的？那、啊、先不管啊，我们先把今天的内容先继续掉啊。今天，对对对对，就是。 嗯，没有这个 PPT，因为本身的这个内容也不是很多，其实着重的还是我们讲解的一个部分啊。好，我们八点钟到了，那我们就开始啊。今天的内容呢不是特别的多，那主要是涉及到那个长短期借款，还有一部分就是关于票据的。那其实它也是在我们呃做这个长短期借款的时候，结合到我们的这个征信报告啊一起去核实的。 啊，所以说，嗯、呃，前面的话就是先给大家讲一下那个长短期借款的一个呃审计的一些基本要求，然后后面留一点时间呢，我们把这个票据的啊、呃、简单的带一下。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PPT 啊。呃，这两天是，呃，最后的这个节前最后的狂欢啊，所以。 呃，我住的这个酒店呢，这里人也比较多，还比较吵。那刚刚楼上还有人在唱 K，啊，所以可能这样呢，环境就也没有之前那么优了 <coughs> <coughs>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借款的一个概述啊，先了解一下整个长短期借款它们各自的一个核算的范围，或者是说它在企业的业务过程当中，它主要核算哪些经济内容。 那在了解这个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为了审计长短期借款，那么审计人员需要做哪一些准备工作？好，最后呢，我们再了解一下关于做借款审计，我们需要实现哪些目标？ 那这一部分其实呃，我们在做在介绍每一个科目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呃这样一个审计目标的一个一个介绍。其实重点是在给大家强化我们的每一个审计项目它的一个呃一一个一个终极的一个目的。那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的这个资产负债表项目，那么它的一个审计目标其实啊、呃、都是相类似的啊，它就包括这个存在性的这样一个目标。 完整性的这样一个目标，计价测试的一个目标啊，以及我们的这个权利义务是不是呃如实的去啊去表述的，去去列示的哈，以及我们最后这个披露的目标啊，所以说呃、啊、为什么每一个科目都还要去给大家强调呢？因为这几个目标它其实是贯彻始终的，就是不管你在审计项目过程当中，你分到的是啊什么科目，或者是你分到的是哪一个部分，那你要知道你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那对应到你这几个科目，如果是资产负债表的科目，那么我们要实现的、要确认的，都是这几个啊，这几个目标。好，我们先看一下关于短期借款。那短期借款这一部分呢，它主要是核算企业向银行或者是类似的金融机构啊介入的期限在一年以内的这样一个借款。那这里呢要注意一下两个点啊，一个是说。 啊，是像银行或者是其他的金融机构。那我们这里的这个金融机构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的。那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指啊，在在这个呃、啊、当地的金融主管部门做了正规的这个登记的。通常我们是呃、啊、包含这个证券，然后这个基金公司啊，以及我们这个信托公司啊等等这样一些这个这个正规的这样一些金融机构。 那么我们以往在审计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啊、呃，有发现一些客户呢，他会去啊、呃，主要是一些这种可能本身的这个资产不是很优质的这样一些客户，同时他自己资金又非常紧缺的这种，那他有可能呢会向当地的这种啊、呃，我们叫什么呢？这种民间借贷吧，但是呢，他不是以这种个人的形式，他可能是有去开设一个这种啊、呃，这种叫。 呃，小额贷或者是说这个这个，呃，叫什么？啊、呃，我们叫某某某某这个融资啊、呃，融资租赁的这种公司。那其实呢，它这种东西就是说，啊、呃，是属于这种不太规范的啊、呃，这种啊、呃，这种啊出借的这种单位。那像这种情形，如果是说，嗯、呃，企业确实有有跟他去发生这个借款业务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就是不会反映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信用报告上面去啊，因为这种情况下，这种出借方，也就是说，他可他不并不是经过我们这个啊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去批准设立的这样一个机构啊，他并没有进入到这样一个呃、啊、金融机构的这种体系，所以说我们通过征信报告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反映啊，我们之前的很多地方的这种啊这种小额借贷的这种公司，他们的借款啊都是需要单独的去。 单独的去跟企业去核实的，啊，这一部分要注意一下。我们在短借里边反映的是跟银行或者是金融机构啊，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它是有限定的。那么期限的话，一般是指在一年以内。那如果是说这个期限超过一年啊，一年以上的这种借款，我们一般会归入到这个长期借款去啊做这个核算。 啊，长期借款的话，我们在核算的时候啊，针对这个长期借款的这个利息的话，它会涉及到一个呃利息费用的这个处理。那包括我们在前面讲这个呃在建工程的时候，我们当时讲到了有一个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这样一个一个事情。那其实它在呃做这个。 借款费用的处理的时候，那往往是跟我们这个长期借款去直接关联的，因为我们知道短期借款这一部分的话，它的一个期限非常短，对吧？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它是在很短的一个期间内就需要企业去归还的啊，所以说企业对这个短期借款的这个资金占用的话啊，它不是说呃很有这个呃。 很有这个操控的这个空间，所以说，如果你需要通过借款的方式来构建你的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资产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生产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厂房啊，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们其他的一些这种专用的这种设备，那像这些的话呢，我们都很呃，一般情况下企业呢都会通过这个长期借款去筹措相应的这个资金。 啊，所以说，呃，这里在做长期借款的时候，我们要结合到呃前面给大家讲过的那个利息费用处理的那一部分啊去理解。呃，在核算借款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呃，同样的要注意一下，如果是说我们企业的这个借款，它有外币的这个借款，那如果是说有外币借款的话，比如说有这个美元的借款，那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个呃外币的这种借款的形式。 那我们在处理这个底稿的时候，需要在期末的时候去把这个借款，那相应的折算成对应的啊这个本位币的这个金额。那折算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和去查询这个资产负债表日这一天的一个外币对人民币的这样一个汇率。啊，折算以后的这个金额跟账上的这个呃、啊、跟账上记录的这个人民币差额呢，我们是。 啊，相应的去计入到我们财务费用里边去的。那如果是说这个借款它是用于构建长期资产，或者是说啊属于构建这种专项资产的这种借款，那么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个费用呢计入到资产的这个价值里边去，也就是说会把它做费用化的一个处理。啊，这是关于长期借款。 呃，我们、嗯、再看一下做做借款审计的话，我们在进场之后，那需要去跟这个被审计单位沟通的一些资料的一个情况。那一般情况下，呃，我们的一个嗯，大部分的这种这种中型企业或者中大型企业的话呢，它都会有专门设置这个融资的这样一个一个部门啊，或者是说有专设的这个岗位人员。 那在借款这一部分，你要的这些资料呢？一般情况下，我们需要去向这个融资部门的负责融资的这个融资人员去获取。那如果是说没有设融资融资部门的这个这个企业的话，我们一般是向财务财务部的这个人员去获取相关的一些借款的资料。 那在这一部分呢，我们需要重点去关注的这些资料有哪些啊？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借款的这个协议啊，肯定是要的。呃，那在这里给大家去讲借款协议的话，就是需要去强调一下，我们每一个啊、呃、做借款的这个这个同仁，那你在取得借款合同之后，一定要仔细的去阅读。 去阅读我们的这个借款合同，它的一些关键条款。呃，在阅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关注哪些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短期的这个呃一般的这个短期借款，那像短期借款的话，呃，很多很多的这个借款类型可能都是属于这种信用的借款，尤其在一年以内的这种啊、呃。但是呢，也不排除它会有什么呢？它会有这个附带的这个。 担保的合同，或者是说啊、呃、一个质押的这种这种附带的这种协议啊，也就是说，银行它在把资金贷给企业的过程当中，虽然虽然它有向企业去收取一个合理的一个利息作为一个报酬，但是呢，它往往还会去考量一下这个企业它在啊、呃、借款到期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在借款发放。 给到企业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会不会出现一些严重影响企业的这个偿债能力的这样一些事项 <coughs>？那么为了防备出现这样的事项呢，啊，企业它这个银行在与企业签订借款的时候，往往会要求企业的这个呃要求企业去提供相应的一个担保。那这种担保呢，有可能是以企业的这个。 啊，这个关联方公司的这个名义啊，去啊，去作为这个，作为这个担保，呃、啊，作为这个担保方啊，来向银行去签订一个担保的合同，也有可能呢是以企业的这个实际控制人啊，或者是说这个主要的这个股东，那以这种个人担保的形式再去呃、啊，再去与与这个银行签订这样一份。 呃、啊，附属在借款合同后面的这种协议，那也有可能，如果企业的这个这个呃固定资产，或者是说它的这个呃拥有的这个房屋建筑物这一块儿是比较呃，尤其是比如像现在在这种一线城市啊，或者是说这种核心的二线城市啊，它有这个房产有土地，那有可能呢，银行会啊、呃、出于将来这个呃借款安全的这个考虑，会要求企业去啊、呃、把相应的这个。 呃，房屋或者是说这个土地，那么抵押给到这个企业作为一个啊签署借款合同的这样一个一个条件。所以说你在拿到借款合同之后，我们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借款的一些借款合同的一些主要的核心的内容。那么这个核心内容啊，包括什么呢？就是包括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借款的一个金额啊，一借款的金额啊，借款的形式。 它是信用借款呢，还是这个抵押借款呢？还是说质押借款呢？还是说这个个人的这种其他形式的这种担保借款啊？我们有这个呃浮呃动产浮动抵押，那你有可能呢企业拿自己的这个呃存货去做这个浮动抵押，那也有可能呢是呃这个呃是也有可能是这种最高额的这种担保合同啊，各种形式都有可能有。 那么我们在看这个借款合同的时候啊，关注完这些信息以后，如果是这一份借款合同，它还涉及到其他的啊附属的这个担保协议呢，你一定要再去把相关的这个担保协议啊，再去找企业的人啊，要求他提供给到你啊，因为它这个里头它是一个。 它是呃，它是属于同一个业务相关联的一个呃证据的部分，所以说你不能够只取得这个主体合同，那么相关的附属合同也一定要取得啊、呃，因为我们在取得这一部分合同的时候，在后续在后续的这个财务报表附注里边，我们在做这个长期借款或者是短期借款的这个附注披露的时候，那针对所有的这个担保的这种借款。 那我们都要去披露一下这个担保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啊，这个担保方是谁啊？担保的方式是怎么样？担保的期限是多长？啊，这些呢都是需要在我们的报表附注里啊，在这个财务报告的这个附注里边去做说明的啊。所以说，呃，这个部分啊，一定要非常的去非常细心啊，一定要去看一下，一定要去看一下。 呃，关于这个是附属合同，那么除了附属合同之外呢？呃，大家稍等一下啊，有什么事吗？ 呃，这个是关于我们附属合同。那除此之外呢，借款协议里边啊，我们涉及到的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利率的这个条款。呃，一般的这种借款协议的话，针对利率这一部分呢，都会有一个基准利率啊，有一个基准利率啊、呃。但是企业在放贷给到 呃呃，这个银行在放贷给到企业的过程当中呢，通常视乎我们这个企业的一个资质啊，包括你总体的一个呃业务规模，包括你资产的一个规模，然后然后你的这个现金流水的这样一个情况去综合判断。如果是资质一般的一般的这种企业的话呢，通常银行会要求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之上呢，啊、呃、再去做一个上浮。 所以说，嗯，如果是说它的利率是有上浮的，那么后续你在做这个利息费用测算的时候，那么一定要去呃去注意一下，在我们测算的时候要考虑到上浮的这个这个因素的一个影响。那么同时，这个借款利率这一部分啊，我们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网站上面，那么我们是可以查询到 <coughs> 一定期限内的这个。 借款的一个基准利率的，那么这个基准利率呢，就是我们可能在一定的一个期间内，包括这个中民中国人民银行，它会啊、呃、不定期的去做这样一个调整。那么你在你在呃在做借款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说在这个年度内，在这个年度内我们的这个基准利率有调整，比如说一年期的基准利率做了调整，然后你审核的这笔贷款就是一年期一年期的这个。 这个借款，那么你就需要去分两段去做计算，对吧？调整前的这个基准利率是多少，上浮比重是多少？我们按照调整前存续期间是多长，我们测一个。那调整之后的一个基准利率是多少，上浮比重是多少？我们按照调整后又再测一个，两个部分加在一起呢，才是我们全年的啊、呃、一个利息费用的情况啊。所以说这里它会存在一个呃利率变动的这么一个呃一个一个背景啊。 那这是关于利率，那结合到我们后面的一个利息测算的问题，啊，这是关于借款合同里边需要关注的一些内容，给大家讲一下啊。 啊、呃，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个企业的信用报告啊。信用报告，我在上第一节银行存款，嗯，就是货币资金审计的时候，当时有给大家去强调过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又要再来重点强调一下啊。信用报告呢，它会去体现到我们这个被审计单位，它在呃，它在所有的这个呃银行或者是其他金融机构的所有的这个信贷的这个详细的情形。 包括它从设立以来，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生了累计发生了多少笔信贷业务？那么已经结清的信贷业务是多少？没有结清的信贷业务是多少？那么都会有详细的这样一个记录。一会儿我会给大家看一个我们的以往的一个项目它的一个情况。那么。 告诉大家，在看信用报告的时候啊，我们怎么去看，怎么去跟我们的一个呃账上的一个数据去核对。那我一直强调的，信用报告它在帮助我们分析的时候，它其实是在呃帮我们确保所有应当反映到企业账上的这些啊、呃、这个借款的一个情况都都必须要反映到企业的账上，所以它。 在我们用的时候，它其实是帮是帮助我们去实现我们审计的那个啊、呃、完整性的这样一个目标的啊。只要你在信用报告上面啊有去仔细的核对。 啊、相相应的话，我们所有应当反映到账面的这样一些啊借款融资的这样一些事项呢，基本上就会都都反映到我们的这个账上去啊，除非是我刚刚讲的这种民间的这种啊这种小额借贷的，或者是说这种民间的这种借贷啊，它不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呃监管体系里的这种的话，可能反映不到。 啊，除此以外，凡是纳入监管体系的啊，这样一些这个信贷机构的话，它的跟企业发生的业务都会反映到我们信用报告里边去。好，这里呢，包括就是呃，再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们每一个每一个审计项目，或者是说我们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尽调项目的话，我们在进场之后呢，都会要求企业去打印一份。 打印一份这个新的啊全新的这样一个信用报告。那之所以去打印这个信用报告啊，并且要求他重新去打印全新的去打印，那是为了要是为了把所有在我们尽调基准日或者是说资产负债表日含呃的之后的这样一个呃之后的打印出来的这样一个报告呢，它才能够反映我们在整个尽调期间或者是报告期间内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有些时候你去项目的时候，那人家告诉你说，哎，我这有信用报告，但是你一看啊，比如说你你的截止日是十二月三十一号，人家给你的信用报告啊是八月份打的，那就不行啊，因为它没有办法反映八月份到十二月三十一号这期间企业的这个呃这个借贷业务的一个变动情况啊，所以说信用报告包括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开户清单。 我们都是需要打印到，打印日期都要求在我们的这个截止日之后啊，去打印的才可以接受啊。好，第三个这个资料呢，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银行的这样一个一个对账单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在去核对银行对账单的时候呢，一方面是可以去啊、呃、反映到我们这个借款啊借款进呃借款打入我们企业的这样一个一个记录，同时呢相关的在啊、呃、存在这个审计期间的一个借款返还，包括呃我们相应的这个利息扣除、利息支付的这样一些记录呢，都会反映到我们的这个银行对账单上面去。 然后最后呢，是关于这个放款书。那放款书这一部分呢，主要是去确认一下整个这个呃放款的这个呃放款的这个单位放款的这个金额啊，是不是跟我们的一个呃合同上面的呃签署的这个主体是一致的，包括这个金额是不是一致的啊、呃？这一些呢，是我们在做借款的时候需要搜集的资料，包括我们搜集完这些资料以后，需要去注意的一些方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目标啊，还是再老生常谈一次。那么资产负债表日啊，这个是呃资产负债表日这一天。那么我们要确保的是我们的这个短期借款啊，它是真实存在的，它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所有应当记录在企业账面上的短期借款都有记录到我们的这个。 报表上面去都有反映到企业的这个账表上面去啊，也就是一个完整性的一个目标。那么，同时我们的这个短期借款，它实际上是企业负担的这样一笔义务啊，一笔这这个义务。那么这笔义务呢，需要通过这个合理的这个方式啊，去体现到我们的这个报表上面去啊，以及相应的这个附注上面去。 啊，计价和分摊这一部分呢，啊是指我们在反映到报表上面的这个短期借款的这个金额啊，它要是一个比较啊，它要是一个比较准确的这样一个金额，就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前面在做，呃，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前面在做这个调汇啊，就是汇率的这个调整，那么它也是为了使我们的这个短期借款以一个准确的本币计价的这样一个一个金额呈现在我们的。 资产负债表上，那这是体现的是一个计价的一个目标。好，最后就是猎豹。那么猎豹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啊，这个借款相关的一些信息，那么涉及到你的报表使用人他去做判断的一些核心信息。 包括我们刚刚讲这个借款，它的一个期限，它的一个到期的一个时间啊，它它是属于信用的，还是属于这种担保的？担保的话是属于哪种担保？它的这个担保的这个资产，呃，它担保的这个呃这个抵押的这个资产是什么？那、嗯、么都需要去做一个呃比较详细的这样一个列报啊，或者是说一个披露啊，在我们的附注里边啊去做这样一个表述啊，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审计目标。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编制短期借款的一个底稿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涉及到的主要的一些一些底稿和我们的一个表单啊。那首先呢，是我们明细表。那明细表这一部分呢，它会列明我们这个企业有几笔啊，有几笔这个短期借款。那么同时，这个借款它的一个啊，它的一个呃，它的一个怎、呃、怎么说？它的一个币种啊是怎么样的？是本币的还是外币的？ 它的一个发生额和余额的情况啊，都会在我们明细表里边去有反映啊。第二个呢是关于我们这个企业的信用报告。那信用报告这一部分呢，是需要在我们资产负债表日之后啊去打印。那打印出来之后呢，要求我们的这个做借款的这个人员呢，去详细的去和信用报告上面列明的这个融资业务去逐笔做核对。 每一笔所有列在信用报告上面的未结清的业务，我们都需要在账上找到和它相对应的这样这样一个一个业务，那么逐笔对应啊。如果是说你发现这个账上啊只有十笔的这个这个借款，但是我们信用报告上列明有十三笔，那你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就是企业。 啊，有把一些业务呢没有去入账，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去啊，需要去把剩余的这个未入账的这样一些啊借款项目，或者是说啊这样一些业务啊，通过跟企业去做了解，或者是说啊通过我们去核查啊合理的方式去做核查，去把它查找出来，然后呢去啊最然后呢去把它啊调整到我们的这个报表上面去。 那使得我们的这个资产负债表，或者是说使得我们经过审计后的这一份报表，它是真实完整的去反映企业的这样一个啊借款融资的这样一个情况的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分析性程序这一部分涉及的呢，主要是我们的一个利息测算的问题啊，利息测算呢这一部分就是说可能存在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应当尤其是我们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借款。 啊，有可能存在，就是说，应当在本期啊，应当在本期计提或者是确认的这个利息呢，啊，这个企业的财务人员他没有及时的去啊，在在我们的这个账表上面去确认这样一个利息，那么就会导致他当期的啊，他当期的这个应付利息和他当期利润表里边的这个财务费用呢，啊，就会发生一个漏记的这样一个情况。 啊，这一部分是我们在做这个利息测算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做这个分析程序的时候要关注的一个点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它所有的这个利息费用都已经完整的啊记录到了我们的这个账表上面去，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它的整个利息的一个分配啊有问题。 啊，所以这里会涉及到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利息资本化和费用化的这样一个呃、啊、这样一个判断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利息总体金额没有错的时候，那你是再需要去判断一下这个利息是应当全部进行费用化啊，计入到我们的这个。 呃，财务费用里边呢，啊、呃，还是说啊、呃，应当呃，还是应，还是说应当计入到我们的这个资本化的这个标的资产里边啊，计入到我们资产原值里边，还是说一半一半啊，在资产构建之前啊，它是应当计入到我们。 它的利息呢，应当计入到我们资产的成本，在资产构建完成之后呢，它的这个利息呢，应当计入到我们的这个期间费用、财务费用里边啊。像这些情况呢，我们是啊、呃、在做这个啊、呃、利息测算的时候，那么需要去做关注的。那么关注的点呢，就是说我这笔借款它的一个用途的一个情况，那么你是根据它的一个用途去判断啊它的一个利息的这样一个归属的。 啊，第四个呢，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借款的一个函证。那、啊、借款函证其实这里呢是一般是结合我们的这个银行函证就一起做了。那因为我在第一节课给大家看的那个银行询证函的那个格式样本的时候啊，当时我们是有给大家去介绍的。 我们银行询证函，它的这个表单里头呢，它是包含了啊，包含了有十几个项目啊，包括银行存款的项目，那银行借款的一个项目，然后呢，还有这样啊、呃，还有一些这个票据融资的一些项目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保函的一些业务啊等等，它的项目是很多的，所以说呃。 对于银行这个短期借款的函证，我们在做货币资金函证的时候啊，如果是说你在这个，呃，你做的这个银行在这个银行有存款，同时你在这个存银行也有借款，那我们是一笔就去一起函证掉了。当然，如果是说你在某一个银行。 是没有开立呃没有这个存款的，但是你有借款，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单独去函证这样一笔借款啊，这是关于函证的这个这个事情。那函证的一些基本要求呢，和我们前面在讲的时候呢都是一样的。那主要是根据我们在企业取得的这个借款协议啊，借款协议，同时呢结合我们当期的一个呃一个借款的一个还款的一个情况啊去。 呃，填写我们相应的这个函证的一些金额啊，包括我们的一个利率的一个情况、期限的一个情况啊，这、就是关于函证的一个填写。 啊、第五个是关于我们本期借款的一个增减的一个情况。当期新增的借款一定要去取得我们的借款合同啊，以及借款合同以及它的附属合同啊，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当期新增借款一定要去取得它的借款合同。那借款在借款在放款到企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核查一下这一笔相这一笔借款的呃这个这个增加是不是。 是不是正常的？那么它的这个打款的这个单位呢，是不是和我们签订合同的这个银行是是一是一致的啊？这个是关于借款的一个增加，我们需要去做这样一个核实的。啊，也就是说，相应的这个会计凭证，那你需要去检查，需要去做检查啊。同时，就是呃，在我们做审核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说。 啊，涉及到我，因为我们在检查我们借款的合同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它的一个借款的条件。如果是借款条件里边涉及到有质押的资产或者是抵押的这个资产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去啊，需要去做相应的这个披露啊，在我们的这个借款的底稿里边，我们需要去披露对应的某笔借款啊，它的一个质押标的或者是抵押的这个标的资产是什么。 啊，这个是关于抵押和质押资产。啊，第七个利息支出，那利息支出这一部分是结合到我们第三个步骤，就是利息测算的这这里啊，一起去一起去分析的。那么在做完这个利息测算以后呢，我们就要去考量一下本期的这个利息，它的啊，它的一个分配的一个情况啊，它多少金额啊，应当是要计入到。 啊，费用的多少金额应当是计入到资产成本的，也就是资本化的。啊，最后呢是关于我们这个借款的披露列报的问题。呃，披露列报这个地方呢，主要就是要把我们当期企业所有借款的一个呃一个情况去做一个去做一个呃比较全面的这样一个列示。其中呢，尤其是这个。 啊，尤其是这个抵押的啊，这种担保借款一定要去仔细的去做说明，因为我们担保借款涉及到企业的一个资产受限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个资产受限的话呢，对于企业的一个生产经营，它是比较重要的，它的影响是比较重大的啊，所以说在披露里边一定要去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个。 呃、啊，资产受限或者是被抵押、质押的这样一个情形，并且要想去去表述啊。好，我们看一下审计的一个基本步骤。那么，首先是从我们的一个余额表里边啊去获取的，根据获从余额表里获取的明细去填列我们的明细表。 那么核对数据和报表上是否是一致啊？是否是一致？同时，它的这个发生额是不是和我们的明细账里边的一个发生额相一致？那涉及到这个外币的情况下呢，需要去做一个外币的折算啊，折算一下，呃，企业账面的这个金额是否和我按照资产负债表日汇率折算金额相一致？好，这个我们再看一下。 关于借款的一个底稿填写啊，这是我们之前啊、呃、某一个项目里边他们填写的这个借款的一个明细表的情况。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呢，它是呃在明细表里边呢，我们会详细的去列示所有的啊、呃，在资产负债表日未结清的啊、呃，或者是说。 我在本期啊有业务的这样一些借款银行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会根据每一笔借款它的一个性质啊去做这个表述，那么逐笔的去列明它的一个借款的一个条款。好，我们先看一下这里啊，我们像第一笔的话，我们这是一个啊保证的一个借款，同时呢它是一个人民币借款，那人民币借款呢这里就不存在要去做汇率折算的问题。 啊，如果是说我们这里啊，如果是美元借款呢，这里就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在元币这里就填的是什么呢？就填的是美金，然后在汇率这里呢，就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美金和人民币的一个折算比率。那折算后的这个金额呢，就是我们美呃美金按照资产负债表日的汇率折算后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金额。啊，如果是外币的借款啊，就要注意一下去做这样一个折算。 那么在前面的这个金额填写完成之后呢，我们需要去核对一下一些关键的一个信息。那么存在于什么呢？就是关键信息涉及到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用途啊，以及和我们信用报告上面的一个核对是否是一致的啊。 这里在标注用途的时候呢，主要是要去在后面做利息测算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相应的判断这个利息的一个归属啊。这个是、呃，啊你写用途呢，是为了帮助我们后面去判断啊费利息费用的一个分配的。那么同时，这笔借款是否是有逾期的？那这个呢，需要你对照借款合同里边的这个期限来做判断的啊。如果是说， 啊，这个借款还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那么就还没有逾期，对吧？如果逾期了，如果逾期了，它的原因是什么啊？你就要在这个底稿里边去做这样一个表述啊。啊，这个是关于我们每一笔借款啊，填写我们明细表的时候的一个呃、啊、基本的要求啊。这里呢，每笔啊，第二笔借款其实也是相类似的啊，啊，这里呢就不赘述了。 啊，最后我们填写完成以后呢，去跟我们的余额表上面的一个呃，这个本期增加，我们在余额表上对应的是短期借款的点，短期借款的一个贷方数，本期归还呢对应的是短期借款一个借方数，啊，期末余额对应的是我们的余额表上的一个余额数，以及我们资产负债表上短期借款的这样一个余额数。啊，填写完成以后啊，每一个科目都是一样的。填写完成以后，核对一下你的借方。 数和贷方数以及我们的余额数是不是和我们的余额表上一致啊？这尤其这个余额数是不是和我们报表上面一致啊？这些是要做的一个基本核对。如果核对一致了以后呢，在我们的这个每页底稿下面呢，相应的去填写这个审计说明啊。 去相应的去填写你的核对过程，核对是不是一致？如果一致呢，就一致；不一致呢，相应的去表述一下不一致的这个原因啊，是重分类的问题呢，还是说企业的这个企业账目本身啊做的不规范，那导致在生成报表的时候，它的这个报表取数发生了一些错误？那这些呢是需要你去做说明的。好、啊，这个是关于我们明细表的一个底稿啊。 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程序，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啊！啊，就是关于我们检查企业信用报告，呃，这一点呢，我们刚刚讲过啊，企业的这个信用报告，也就是征信报告呢，它是原来呢是要求在中国人民银行当地的这个分支行去打印的啊，也就是在企业所在地的当地的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行去打印的。那后来呢，是这个权限呢是下放到了。 这个被审计单位，也就是企业的基本户的开户行，所以我们现在呢，一般这个呃大一些的城市啊，我们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基本户的开户行就可以打印到这个信用报告了。那我们打印这个信用报告的时候呢，啊，一般情况下是呃由这个企业的啊、呃、相关的这个出纳或者是说。 啊，这个负责融资的这样一个人员，那么带上相应的一个呃企业的证件啊，包括他的这个开户许可证呀，啊，他的这个法人的这样一个印件呀，或者是这个授权委托书呀，对吧？啊，去到当地的这个呃这个基本户啊，去去做这样一个打印。啊，我们一般打印的时候呢，会要求这个有相应的审计人员啊一同前往，那么主要是去。 核查一下整个，呃，在获取这个报告的过程当中呢，它是一个呃，它是不存在这个篡改或者伪造的一个机会的。一般打印好以后呢，审直接由我们的这个啊审计人员直接获取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个原件啊、呃，就就就拿回来到我们的这个呃所装订到我们的底稿里边去了啊。这个是关于征信报告的一个获取。 呃，我们看一下征信报告里边它的一个信息，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全面的啊，非常全面。那么它会呃详细的去表述，我刚讲过啊，企业自设立以来的所有的一个借贷的一个情况。好、啊，我们先看一下这里，我这里找了一份，嗯，有一个公司的一个信用报告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公司呢，呃，业务是偏多一点的。先看一下再，在。 呃，在这里啊。好，我们先看一下啊，这个是呃，这个是我们某一个项目的这样一个信用报告的一个情况。哦、我们先看看大家，大家先看这样能不能看清楚啊？呃，哦，这样好像不行啊，我把它放大一点。 呃，这样应该应该可以看得清吧？那首先我们就是要注意一下，在我们去呃查看这个信用报告的时候，那么我们需要去注意一下我们这个日期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日期，因为我们一再强调的这个日期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可以啊、呃、去反映我们这个报告打印出来的它是不是一份完整反映我们审计期间的。 或者是说这个这个尽调期间的这个被审计单位的一个呃一个借贷的一个信息情况，所以说这里一定要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日之后去打印啊。那大家会发现，我们从这个基本户打印出来的这个征信报告呢，它会有一个，因为是网上打印的，所以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呃一个一个啊、呃、一个印记吧啊。所以这里呢都是去。 啊、呃，衡量或者是说去，嗯、呃，去判断我们的信用报告它是不是一份，嗯、呃，比较符合要求的一个信用报告的一些基本的特征。好，我们再看一下，呃，在我们的这个信用报告里边呢，它会有一些比较，呃，呃，一些主要的一些信息。那首先是我们的这个被审计单位它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啊，再者呢，就是它的一个啊主要的一个股东的一个情况，以及它的一个高管的一个情况。好，最后呢，就是在我们这儿是需要给大家强调的，就是我们信用报告里边，啊，它会有一个关联方啊，有一个关联方的这样一个列表。 那这个关联方的列表呢，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整个审计过程当中都需要去关注关联方的一个情况，因为呃，企业通过和关联方之间的一个资金拆借，通过与关联方之间设计的这些购销业务，那么它是可以啊去做很多的这样一些呃这个操作的啊，所以说在。 关联方的这个列表里边，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哪一些企业是它的一个关联方。那么这个关联方，我们被审计单位对它的控制力度有多大？那么也就是说，它跟我们被审计单位的一个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在信用报告里边呢，它都会去有体现，对不对？我们像我们这里的话，在这个关联关系里边，那么我们会有详细的一个介绍啊，比如说我们是属于高管同时任职的这种关联方。 或者是说属于我们母子公母子母子公司的这种控制关系的这种关联方啊，都会有一个呃、啊，都会有这样一个劣势，啊，这是我们要在信用报告里边关注的关联方的一个情况。好，好，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在我们这个信信息概要里边，那么非常。 多的一个信息内容，那我们看一下它这它的概要里边啊，有详细的去表述到信息主体于二零零一年首次有信贷交易记录，呃，报告期内共在十五家金融机构办理过信贷业务，目前在十一家金融机构的业务仍未结清，当前的负债余额是啊六亿九千八百万，那不良和违约负债余额是零。 共有零条欠税记录，零条民事判决记录，零条强制执行记录，一条行政处罚记录。嗯、呃，所以说，嗯，这个信用报告里边它的一个信息是非常全的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这份资料对于我们审计的一个重要性的一个原因啊。我们看一下，在概要下面，它会按照我们当前的一个债务情况啊去做一个详细的列示。 我们看一下当前债务，我们是按照类型去列示的。那我们按从案例里边来看的话呢，当前的这个企业它一共是有一百六十笔的债务。那一百六十笔债务里边有十三笔贷款，对吧？有十三笔贷款，然后有一百四十四笔的这个贸易融资，啊，如果是说呃还有这个三笔保理融资。 那如果是说这个企业有银行承兑汇票呢，它也会它也会体现到这里去啊，它也会体现到这里去。如果有开具有申请开具信用证的话，也会有体现；如有,有申请银行开具保函的话呢，也会有体现啊。所以这里通过这个这个当前债务的这个信息汇总呢，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当前究竟啊承担着多少笔啊这个与银行之间的这个债务。 那在在我们的这个信用报告上面列示到的这一些债务，那你都需要在我们的这个企业财务的这个呃账面上啊去查询到，或者是说去核查到相应的体现。如果你从账上去核查的时候啊，发现账上记录的这个贷款跟我们跟我们在信用报告上面看到的这个这个贷款的数据是不一致的。 那你这个时候就有就要去注意一下，它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呃漏记或者是错记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需要去查询一下这个不一致的这个原因啊。这个是关于我们核查当前债务信息的一个呃一个一个方式和方法，同时和一个关注点啊。第二个呢是关于已经偿还清楚的一个债务的一个信息。那这些呢就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历史信息啊，历史信息。 那历史信息呢？它的一个呃统计呢，会相对而言比较简单一些啊，因为都已经结清了。好，我们再看一下最下面是企业整个负债的一个变化情况。那么我们会呃分月去啊、呃，分季度啊，分季度去列示我们这个企业它的一个全部负债的一个变动情况。 啊，它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它基本上是每一个季度就会更新一下我们这个企业在金融机构的这样一个负债情况。好，我们再看一下对呃对外担保的一个信息啊，对外担保信息呢，我们这里是分了有几种类型，那么有保证的这种形式啊，保证的这个形式，那么。 还有一种呢是关于抵押啊，第三种呢是关于质押。那每一笔，像我们这里呢，它是有七笔保证业务啊，七笔保证业务。这个保证业务呢，它是指我们的这个企业对外啊，向第向其他的这个企业或者是这个呃主体提供的这个担保啊，也就是说。 我们企业它作为一个担保人啊，对外承担的这个担保责任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是说我们在审核，呃，在做这个审计的时候，你看到我们这里的这个保证业务有七笔，那么立马就要反映到是哪七笔。那我需要去跟企业的这个呃财务的，或者是说负责融资的这个人员去确认啊，这七笔保证债务。 啊，是哪七笔啊？你把合同给到我，然后呢，去把相关的这个呃条款啊去做一个核实啊，以及它的一个担保的一个金额啊，是不是和我们信用报告上面所反映的金额相一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做一个需要去做一个核对确认的。那这是关于我们对外担保的一个情况。 好，我们这个当前没有结清的一个信贷金额，或者是说这个余额的一个呃一个情况呢，会有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列表去反映。我们看一下信贷的明细记录里边，它会按照我们的正常类贷款、关注类贷款，对吧？等等啊，就是按照我们这个银行贷款的这个五级分类去列示我们当前贷款的一个明细的情况。好，我们看一下。 当前负债啊，当前负债，那么它是按照我们的这个贷款机构来逐笔逐笔列示的。然后每笔贷款它的金额是多少，期限是多长，贷款的形式啊是怎么样的，那么都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呃一个列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对应到我们的底稿，或者是说对应到我们的审计工作的话，我们看到每一笔每一笔借款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获取相应的一个支持性文件，包括我们的一个借款协议啊，包括我们的一个这个借款入账的一个银行银行流水记录，啊，以及我们的这个银行呃、啊、利息扣除的这样一个呃、啊、一个银行流水、银行回单啊等等，这样一些通过这样一些信息去印证我们的这个借款记录，它是否是有在账面上去。 做一个合理的一个啊、呃、一个反应，或者是说做一个合理的处理。那我们这里有多少笔业务啊？你就需要去做多少笔这样一个核实，每一笔都需要在账上去得到相应的体现。那么你的这个审计的工作，嗯、呃，才算是基本做到位了啊！这个是我们在核查当前啊当前正常债务的时候啊需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啊、我们看一下后面还有很多啊，这个呢是呃第一类呢是我们的一个贷款，那么贷款呢它都在正常类的这个贷款里边。啊，我们看这里呢第二类还有这个贸易融资，那贸易融资的话，我们看这里的这种业务类型，那么它是这种出口押汇的这种形式啊，出口押汇的形式。那么押汇的这个呃这个币种呢是这个美金，那么相应的我们这里的。 出口押汇，那么你需要把跟银行签订的这个出口押汇的融资协议去取到，那么核对一下我们这个融资协议里边啊，它所它所约定的这个额度啊，是不是跟我们企业当前的这个呃信呃当前它所享有的这个额度是相一致的。 啊，以及他所承担的这样一个呃，因为我们在办理这个银行押汇这个业务的时候呢，也是需要给到银行一定的这个费用的啊。他所收取的这个费用，那么跟我们这个协议里边的一个约定是不是一致的啊？包括我们现有的这个账面上是否是有去做相应的这样一个一个处理啊？有去做账务处理，那么都需要去关注。 好、啊，再看一下这个押汇之外呢，是这个保理业务。那保理业务啊，你看到这个信用报告上面有去反映的任何一笔业务，我们的这种第一反应呢，啊，就是需要去对这笔业务有没有在账上去做体现啊，去做一个核查啊。如果是说在账上做了体现，那我们再看一下它体现的这个方式，体现的这个金额。 啊，体现的这个，呃，这，呃，体现的这个，呃，怎么说呢？啊，体现的这种，这种最终的这个结果，它是不是正确的？啊，这是我们在核查信用报告里边的每笔记录的时候，它的一个啊基本的一个处理方法。好，我们再看一下啊，最后呢是关于这个。 呃，总体的一个贷款的一个统计啊，包括我们其他类别的一些融资，它是否是有发生？那像我们这里的话呢，它是呃其他业务呢都没有发生，所以它在信用报告里边也会去反映这样一个没有发生的这个情况啊啊。最后呢，我们这个担保记录它也会有一个列表啊，这些。 担保呢，我们都需要去获得所有的这个合同啊，去确认一下我们当前啊所承担的这个担保义务，它所对应的这个啊、呃、债务有多少，对于企业未来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偿债能力的影响有多大啊？因为我们担保这个这个业务呢，它一般情况下都是。 呃，需要在未来可能才需要去履行的，但是这个未来呢，你需要去判断一下每笔担保它的这个期限啊是到多长，是到什么时候？那它所担保的主债务是在什么时候去偿还的？啊，这这一些呢，是我们去获取担保合同去核查这个原始的协议的时候，那需要去做这个统计的。在统计完成之后呢，我们再去评估一下企业对外担保的所有债务当中，在未来。 多长时间内会集中到期的有多少啊？这个通过这个评估呢，我们就可以去判断一下企业在啊、嗯、在半年或者是说在一年内啊我们所承担的大体上的这样一个担保义务啊有多大。好、啊，这个是对外担保记录啊。最后呢是关于这个行政处罚啊这样一些情形，那么我们会有一个啊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列示。 啊，最后呢是关于获得行政许可的这样一些个记录。那最后呢是关于我们这个报告结束页啊，这里，啊，这个是整个信用报告的一个一个模板，一个业务还比较全的这样一个一个模板，给到大家去啊去学习的。那以后呢，就是说大家在呃做这个货币资金或者是做借款的底稿的时候呢，取得的这个信用报告，那么我们就是这样来看的啊。 就是这样来看的。通过信用报告上面，它所反映的每笔信每一个信息，我们都需要在账上去核查是否有做相应的体现。那如果未做体现呢？啊，极有可能就是一个一个错报的错报或者是漏报了。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做相应的审计调整啊，或者是说呃要,要求这个被审计单位自己去做账务处理。 好，我们继续啊。好，这里呢，这个信用报告的检查我就给大家讲完了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关于这个分析性程序里边的一个利息测算。那利息测算呢，我们是要求逐笔去测算的，逐笔去测算。那么每一笔借款，根据它在当期所占用的一个时间长短。 和它在当期的一个利率的一个情况啊，去做逐笔的这样一个测算啊。我们刚刚这上面呢讲了两种方法，对吧？整体测试和分项测试啊。其实呢，整体测试就是从大体上你去框算一下我们当期的一个利息费用总额，跟它账面上的一个金额。 啊，做一个大体上的一个判断比较。那其实我们要落实这个费用的一个具体数据的话，还是需要去做分项测算，也就是逐笔测算。那逐笔测算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首先有多少笔啊，有多少笔借款。然后第二个，分清楚了之后，针对每一笔借款，我在测算的时候啊，当期我是。 当期如果基准利率没有变动的话呢，啊，直接按照基准利率乘以这个相应的这个浮动浮动比重，那么再乘以借款总额，然后呢再乘以这笔借款在当期啊所占用的一个时间，啊，那么就得出这笔借款在当期的一个利息费用金额。那如果是说当期基准利率有变动呢，我们就需要分成啊，分成几个。 呃，变动的这个期间啊，变动前、变动后啊，变动了几次，我们就需要分期的去做这样一个测算啊，这是我们测算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好，我们再看一下，在做借款测算呃利息测算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的这个第 C 点啊，第三个点。 嗯、呃，大家在做的，大家做的这个借款利息测算，如果是说和企业账面的这个金额差异比较大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去判断一下这个原因啊。第一点，这些原因有有可能有哪一些呢？我们先看一下，如果说你测出来的利息金额啊比企业账面上的大很多啊大很多，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去我们去想一想会有哪些原因呢？ 啊，你测出来的这个金额比账面上的金额大很多的时候，那么会有哪些原因呢？啊，我们可以想到啊，很有最最最直接或者是说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企业应当入账的这个利息费用，啊，它呢？ 可能没有及时的去做计提啊，没有入账，啊，这是呃这是一种情况，对吧？啊，这是最普遍的一种一种情况。那如果是说你测算出来的这个利息费用呢，啊，比我们这个呃比我们企业账面的这个利息费用啊要小。 啊，要小，我们又又再想一想啊，又又可能会有什么原因呢？啊，那这种情况下呢，也有可能会存在一个就一个呃利息测算的时候，那么可能是企业的一个测算过程啊出了一个问题，或者是说呢，这期间存在一个。 呃，这个利率变动的这样一个一个问题，那么企业呢，它没有去做相应的这样一个反应啊、呃。这里呢，就是呃，刚刚还讲了一个啊，就是说，如果在做利息测算的时候，如果我们测算的利息金额比企业账面入账的金额啊要大很多的情况下的话呢，还要考虑一种情况，就是说啊，是不是存在这个啊关联方啊，或者是说我们说的这个这个股东。 啊，他为企业承担了这样一笔啊利息支出的这个可能性啊，呃，不管是哪种原因，不管你测出来的这个金额比企业账面大还是小啊，只要说有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差异的话，我们都要去核查一下这个差异它所产生的这样一个背景啊。在了解完这个背景之后，那么我们再去评估一下，是不是相应的要去做审计调整。 那如果是说差异很大的情况下，比如企业漏计提了相应的财务费用或者利息费用，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去做计提。那如果是说啊，企业应当承担的这个财务费用是由关联方为他去承担了，或者是说由关联方为他去支付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啊，我们可能是需要去做一笔和关联方之间的这样一个呃一个往来啊一个。 呃，一个其他应付款的这样一个一个调整。呃，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企业存在和其他企业之间的这样一个呃资金拆借的这样一种情形的话，那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啊，是不是需要去做相应的这个利息费用的一个计算。 呃，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企业企业，很多企业呢，它的资金是比较吃紧的。那在这种情形下呢，它会通过各种可能的这个方式啊，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去获取资金。那么这些资金，它在取得的时候，那相相应的这个成本呢，一般是会比我们银行贷款的那个成本要高出来蛮多的啊。所以说这种情形下呢，都会导致企业整体的一个。 呃，这个资金成本或者是说利息费用，那么高于我们的一个测算的这个标准。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利息测算里头啊，我们简单的给大家去演示一下我们之前啊做的这个底稿里边一个测算的过程。呃，刚刚是有人在说我们这个没有全部放大，对不对？看一下啊。 啊，这样是不是好一点？啊，这样这样应该好一点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借款的一个利息测算啊、呃。那我们刚刚讲过，我们在测算的时候是按照主笔测算的这样一个要求的。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像我们这个列表里边呢，它是会有去体现到多少呢？我们这儿呢是体现到了有啊呃多少笔。 啊，这里呢一共是有十二笔借款，那在测算的时候呢，我们是每一笔借款分笔啊分别去做测算的。首先我们看第一笔借款，我们是按照当期的这个占用的这个时间啊，占用的一个时间啊，以及它的这样一个利息金额啊，这里的这个利率呢，我们一般都是年利率啊，年利率。那么你在测算的时候。 那么这个年年利率呢，就要按照你实际占用的这个天数啊去做这样一个呃折算啊。所以我们在测的时候呢，一般是按照当期天数除以本年度总体的这个天数啊，然后呢再去乘以这个年利率啊，然后呢再去乘以我们的这样一个呃占用的这个本金的金额啊，去做这样一个测算的。啊，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呢。 也是会有这样一个总的一个测算的一个过程啊，这个、测算过程呢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有有这个本金之后，那么按照当期的一个占用期间，把这个期间呢折算成年，乘以年利率就有了啊啊，所以这里呢就不去呃再去详细的做这样一个介绍了。 好，我们再讲一下关于那个借款的一个函证。借款函证其实刚刚给大家讲过了啊。我们主要是依据这个借款合同上面的这个条款，那么对于函证的这个金额呢，主要是结合企业当期对借款的一个还款的一个情况啊，去确定的这个这个余额，然后呢去填写的这样一个函证。 那在做函证过程当中，我们函证的独立性要求和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呃货币资金函证和往来借款的函证的这个独立性要求都是呃一样的啊，都是要求整个函证过程需要啊、呃、需要由审计人员去进行监控，那么不能够留给这个被审计单位去操纵和控制的这个空间啊，也就是说整个函证呢。 是需要由我们去独立填写完成的。那么整个函证的过程需要由我们的审计人员全程的啊去做这个跟踪，或者是说我们如果是通过这个邮寄的方式去询函的话，那么这个啊函证的这个发出需要由事务所统一去发出。那函证的回收也是需要由银行直接回到事务所的，那么不能够呢从被审计单位啊去收取。 呃，这个银行寄到被审计单位的这种询函，那如果存在这种情形呢，我们是要求要去重新做询函的。整个函证过程当中，那么针对我们发出和回收到的每一笔询证函，我们都需要在底稿当中去做详细的记录。那么在记录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之前这个项目做的一个记录的情况啊。 好我们看一下这一笔啊短期借款的这个函证结果的一个一个汇总表。那么它呢会整体的去啊登记一下我们本期啊每笔借款我们的一个发函的一个情况。那么包括你函证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啊，包括我们的本金、币种、期限、利率、借款的这个条件啊，借款的这个条件。 啊，以及我们这个回函的一个金额，回函是不是相符？那么都需要去做这样一个记录的。那如果是说涉及到回函不符的这种情况的话呢，这种情形一定要去高度去做重视。嗯、呃，一般我们在做银行询证的时候呢，不符的情况非常少啊，不符的情况非常少。那比较常见的不符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询函的时候呢。 啊、呃，这个审计人员呢，可能就是因为粗心大意呢，不小心把数字填错了，然后呢自己没有发现。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会存在不符的情况。所以，我们通常情形下呢，是啊、呃，不存在这个回函不符的这样一个情形的。嗯、呃，我们因为我们在填写这个银行询证函的时候，包括我第一节课给大家讲货币资金呃函证的时候，我们刚讲过啊，填写银行询证函的时候呢。 啊，货币资金的我们都是按照什么呢？按照银行出具的对账单来填写的。那我们在填写的时候呢，不是仅仅按照企业账面的这个数字来填写的。所以说，一般情况下不符的这个呃情形是比较少的。好、啊，这是关于我们借款的一个函证。那借款函证呢，啊，需要做详细的一个记录啊，对整个发函、回函。 以及回函的一个调整情况啊，回函这个回函结果的一个确认情况都要做记录啊。同时呢，我们整个呃发函过程当中，如果你是你是属于这个邮寄的，那么相应的这个邮寄的这个快递单据需要做一个完整的保留，并且呢，相应的去粘贴到我们的回函的这个后面啊，回函的这个函件的后面。 啊、呃，这是关于我们这个借款是否执行函证的一些判断。那其实总体上来讲，我们所有的这个银行借款啊、呃，只要是属于这个呃未结清的这样一些回函，那或者是说这个呃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借款的话啊，即便是它这个当期结清了，那么我们可能也是需要去做函证的。所以说，对于银行借款。 不不进行函证的这种情形啊，基本上是特别少的。那或者是说，呃，你如果不进行函证，那么是基于你对这个借款的这个评判，认为他对这个财务报表不是很重要的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不去做函证。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呢，你需要去做一个啊、呃、不重要的这个判断，你需要去做一个详细的论证啊，你是如何得出得出这样一个一个结论的啊？所以说我们在。 嗯，在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呢，我们通常就是直接就把所有的这个借款啊，我们都去函证一遍啊。这样呢，这样做呢是啊最最保险的这样一种一种操作的方式啊。如果是说确实由于一些客观的这种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去实施啊相应的这个函证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判断一下整个这个。 呃，我们对于这个原因是不是可以接受啊？是不是可以接受？那么我们刚刚嗯讲到过啊，就是说，包括昨天我们讲那个应付账款函证的时候，也有 <laughs> 也有人在问说，啊，这个去函证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要求被审计单位给我们提供相应的这个函证的一些地址信息呀、啊、联系人信息这样一些嘛？如果被审计单位他都不愿意给我们提供的时候，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对吧？ 那如果是说这真的遇到这种情形的话，那我们都要考虑一下被审计单位他做出这样一个判断的一个合理性了。我们甚至需要去考量一下，这个被审计单位对审计项目或者是说审计人员的这种限制，已经可能达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就是影响我们审计啊、呃、目标的这样一个实现的程度。那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项目可能。 你是否需要继续去执行，都需要重新去考虑了啊？因为我们任何一个项目，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是需要有一个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共识的。那么这个共识就是说啊，管理层你需要给予审计人员合理的这样一个便利啊，去保证它的一个审计范围不要受到应有不不要受到这个不应该有的这样一些限制。那如果是说这个前提都没有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能相应的这种项目也也不会考虑去承接啊，这是一个情况。所以说借款这一部分啊，我们基本上啊，大家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就好了。所有的这个企业当期发生的这个借款啊，以及以前期间发生的在当期没有结清的这个借款，我们都是需要去函证的啊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借款那。 呃，如果是说啊，在，呃没有结清，同时又是当期发生的，我们不需要函证。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啊，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那为了保险起见呢，我们都是需要去执行这个函证工作的。好，关于函证的这个内容，那么我们刚刚在函证控制表里边啊，有去看到核心的一些条款，我们都是需要去做函证的。那么包括我们的金额、期限。 然后它的一个借款的一个条款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那么同时，除了这个呃银行借款的这个函证之外，我们在做银行函证的时候，还会涉及到其他的一些跟银行之间的业务，都是在同样一张询证函里边去函证的啊。这个我在第一节课就给大家讲过了啊，刚刚也刚刚也回述了一下我们。 呃，之前讲的这样一些内容，那么这一些业务呢，就是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啊，贷款担保、委托贷款、信用证和这个票据融资这样一些业务。那么我们都是在同样一张询证函里边去完成的。好，这是对于我们本期增加增减的一个借款呢，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呃凭证的这样一个检查。 那么在做凭证检查的时候，我们挑选凭证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啊，首先就是金额的问题啊，金额较大的这样一些项目啊，我们需要去核对原始的这样一个单据和凭证是否是相互印证、相互支持的啊，同时呢，需要去核查一下这个。 啊，借呃这个借款的这个增加，那么是否是有相应的这样一个呃核，呃,呃审批核对的这样一个流程的啊？这是我们在做借款检查或者是做凭证检查的时候，那么需要去注意的一个问题。那一般情况下，除非是这个企业当期的借款量非常多、非常频繁，那不然的话呢，我们针对当期的。 新增借款，我们是认逐笔去检查的，逐笔去检查的。那么，呃，如果是说在这个量不大的情况下，我们是所有的借款都是需要去检查；如果量很大，我们可能超过超过五十笔或者是超过一百笔的这种情况啊，那我们可能会通过这个审计抽样的一些啊抽样的一些软件呀，或者是说用这个随机数法，我们在 Excel 表里边通过随机数选取去抽样啊，都是。 都是可以的，呃，我们在检查过程当中，如果是说你发现企业的这个记账凭证后附单据不齐全，那么不齐全的情况呢，我们是需要要求企业去给我们补充完整的。那么这个补充完整的话，就涉及到需要把这一笔你检查到的这一笔凭证，它所对应的这个合同，那么它的一个呃，如果是说啊。 如果是说这个借款呢，它不是这个银行啊、呃，不是由这个银行签发的，而是由其他的这种贷款机构啊，包括我们刚刚讲小额贷这种情况，那么你会有相应的这个这个借款的啊、呃、这个协议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借据吧啊啊，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那么同时，如果是属于这种呃，它是属于这种一揽子的这种合同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总体额度的一个授信合同。那么。 很，现在很多企业，它为了在放款的时候，就是说简简化手续，它在审核的时候呢，会给到这个贷款单位一个总的啊一个额度啊，比如说给到这个企业一个亿的授信额度，那么这一个亿的授信额度呢，可能是分很多次去使用的，那么在每次使用的时候呢，它会有再生成一个啊相应的这样一个借款的一个一个合一个小合同。 那么，如果是说它是属于这种授信额度啊，是这种总体授信额度的这种借款项下的，那么你需要去获得这个授信额度的这个合同啊，去判断一下我们当笔当前的这笔借款是否是在授信额度之内的啊，这个是啊，这个是关于啊，这个是关于，啊这个、是关于如果是借款是属于这种授信额度向下的这种合同的话呢，你需要去取得这个授信额度协议。 哈这个借款借款的这个呃银行的这个提款通知书啊，如果是说有的话呢，我们也是需要去核对的。那如果是说没有呢，我们就去检查一下这笔借款在取得的时候银行的这个打款记录，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银行回单啊。这些呢是我们要去核查的，在核查凭证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核查这样一些单据。 如果不齐全呢，要求企业单独再补充给你，因为我们在呃财务在处理日常账务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做到把所有的这样一些单据呢都装订到我们的会计凭证后面去啊。如果都装订上去以后呢，它的这个呃工作量呢会变很大，同时呢，我们任何一本凭证可能啊就只能放五到十个凭证了啊。这样的话呢，它也呃是比较啊，在他们看来呢是比较不经济的。 啊，但是呢，对于我们审计工作而来讲的话，我们是，我们是非常喜欢这个全链条的这样一种思维逻辑的。那任何一个决策和抉择呢，我们需要有充分的这个证据去支持，并且我希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些证据呢整理到一起，他们是相互排列、排布到，呃，是相互排列，并且呢是相互去支撑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 呃，期望跟实际过程当中的一个差距。呃这个是关于借款增加。那么借款减少呢？就呃，相对而言更简单一点。那借款减少主要是指我们归还借款。那归还借款的话，就是在核对的时候呢，主要是核对一下我们的这个啊、呃、银行付款的这个这个记录、付款的这个金额、付款的这个期间和对方的这个收款行。 那是不是和我们的合同上面的这个呃这个借款银行是一致的？那么相应的这个付款的这个期限，它的这个期间是不是跟我们借款合同上面约定的这个期间一致的啊？是不是存在这个跨期的这样一个情况？好，我们再看一下关于这个借款合同的这样一个。 啊，这个履约履行的这个义务的一个关注，那主要是涉及到我们借款的一个类型啊，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四种主要类型的这个借款啊，任何一笔借款，我们在后续的附注里边都是需要去披露它的一个类型的啊，所以说在做这个借款底稿的时候，那任何一笔借款你都需要去做出相应的这样一个分类。 啊，这个分类呢，主要是为了便于我们后面啊，在做这个财务报表附注的时候，去做相应的这样一个披露和表述。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以往他们做的这样一个啊披露的一个情况。 呃，这个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主要是核实的，就是它的一个原始的这个单证啊，和它的一个会计处理的这个分录，它是不是一致的？呃，那么我们刚刚讲到借款增加和借款的这个减少，它呢所对应到的这个原始单据是不一样的，啊、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核查的时候，针对这个。 呃，短期借款的这个借方的这种业务，那么我们主要是核查的是这个付款的这个啊、呃，这个银行的这个付款记录啊，银行的这个付款记录，它是不是呃有呃是不是有这个完整的这个呃付款记录？呃，针对这个贷方啊，也就是我们增加的这种业务，那么我们需要去核查的是啊。 需要去核查的是相应的这样一些借款的啊、呃，这个原始文件它是不是齐全啊？这些单证是不是都有？好、啊，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呢，涉及到一些这种啊，涉及到一些比较重大的这样一些项目呢，啊，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复印留档。 好检查抵押和质押的这个资产，我们这一部分直接根据我们的一个借款合同里边啊，它会有详细的一个约定啊。针对我们抵押和质押的资产标的以及我们的这个资产清单，那通常呢，在我们的借款合同里边，或者是借款主合同的附属合同，也就是这个抵押合同或者是质押协议里头呢，它会有相应的这个资产清单。 那如果是说在协议里边，它并没有列明相应的资产清单，而只是笼统的去概括了一个范围。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要求企业去帮我们编制这样一个呃资产抵押的这样一个清单。 呃，所有的这个抵押资产，我们最后呢都需要罗列到我们的这个抵高里边去啊，因为抵押资产这一部分是属于受呃所有权所有权受限的这个资产。那所有权受限资产在我们附注里边是单独有一个章节，是需要去披露这个受限资产的一个受限制的一个情况，那包括它的一个原因、受限制的一个期限，那么这个资产受限对我们企业生产经营的一个影响。 呃，尤其是我们涉及到和这个主要的厂房、生产线、生产设备，如果是说啊处于这样一个抵押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呢，啊，它可能对于我们企业未来的一个生产经营，它会产生一个啊。 非常嗯，比较呃非常严重，或者是说不利的这样一个影响啊、呃，因为如果企业没有按期去归还这个借款的话，那么相应的这个设备和厂房可能就需要去进行这样一个拍卖变卖，那么企业后续的这个生产经营，那么就很有可能没有办法正常的去进行啊，所以说在披露受限资产的时候，那么。 报表的使用者，他可能也是非常关注这样一些信息的。那么，相应的审计人员，你在做这个审计工作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呃留心这样一些信息是否都收集到了，都进行了相应的这样一个记录。啊，同时我们这里再强调一下啊，如果是说。 企业的这个受限资产里边啊，存在一部分这个定期存单啊，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定期存款吧。那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这个受限资产，它在我们这个现金流量表里边，那么它是不能够去体现为我们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在现金流量表里边期末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余额这个金额呢？ 跟我们货币资金的这个金额就会有一个差额，那么这个差额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受限制的货币资金的这个金额了，啊，所以说受限的货币资金我们在现金流量表里边是不去体现它的，是不会在这个现金流量表的这个余额里边呢是不去体现它的，所以当你看到企业的现金流量表如果是和我们的这个啊、呃、资产负债表上货币资金存在一个差额的时候呢。 那极有可能就是由于有一部分货币资金它是受到限制的啊，它是我们企业无法任意去自由支配的，所以说它会有这样一个差额。好，如果是固定资产抵押，我们除了在固定资产科目的附注进行披露以外，我们还会在受限的资产、受限资产那个章节去做相应的这样一个披露。 好、啊，我们看一下底稿里边对于受限资产的一个记录。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单独去做这样一张表格，去把所有受限制的这样一个资产的情况，那么都去做一个记录。呃，首先我们看一下啊，比如说我们这里的一个短期借款抵押担保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记录的一个信息啊，它是比较全面的。那么包括我们的这个。 呃，银行的一个贷款，贷款的一个基本情形啊，包括我们这笔借款的一个期限啊、呃，它的一个金额，它的一个呃利率的一个情况，以及我们跟这笔借款相配套的啊，相适应的这个抵押或者是质押合同的一个情况，质押的一个标的物是什么啊？这个呃质质押权人或者是说这个抵押权的这个权利人。 那么它是它是谁啊？这个质押资产或者是说被抵押的这个资产，它的这个估值是多少啊？它的这个抵押合同的这个编号是多少啊？它都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记录，它包括我们这些数据呢，都是可以从我们的这个啊质押合同或者是抵押合同里边啊去取得的。 啊，当期对所有的这个抵押或者是质押的这样一些啊、呃、资产，那么我们都需要去做相应的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记录。呃，像这个项目的话呢，它的这个借款不是特别多，那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这种呃企业资金比较紧缺的这种的话。 它的这种借款啊，可能就会有这个上百条啊，那你的这个记录的工作呢还是比较大的。好，我们再看看关于利息支出。那其实利息支出这部分，上次有给大家去讲过啊。呃，利息支出的话，如果是说我们是这个专项的这种。 呃，借款支出啊，专项借款的这个利息支出呢，啊，我们是按照这个借款期内我们发生的利息支出啊，减掉剩余的未用完的这个借款的这个利息费用啊，这个利息收入啊，或者是说这个未用完的这个借款的短期投资收益之后的这个余额啊，我们作为这个呃这个财务费用去入账啊，或者是说呃、啊、作为这个。 或者是说，作为我们资本化的这个金额去入账，这是针对专项的这种借款。那如果是说，是属于一般借款呢？我们上次有给大家讲过，是按照我们一般借款的这个资本化率乘以我们当期占用的一般借款的这个金额和当期占用的这个时间啊，这个三者相乘，去得出我们相应的这个呃，应当进行费用化或者是资本化的这个普通借款的一个利息金额。 啊，这一部分呢，我们在上节课在建工程里边有有去讲过啊，啊，所以这里呢只是再回顾一下。啊，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先看一下啊，这是属于一个应当进行资本化的这样一笔借款，它的一个利息费用的测算啊，比较简单啊。首先，我们是这个专门借款，那专门借款呢？ 金额啊，本金有了，利率有了，在当期占用的这个期限有了啊，当期占用的这个期限有了，这并且呢，这个期限呢和我们的这个什么呢？和我们的这个资本化期限是一样的。那么对应的，我们所有的这个呃利息费用呢，就全部进行资本化就可以了，对吧？啊，对应的这个呃相应的这个费用呢，就。 资本化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剩余资本化结束，资本化期间结束之后的这个利息费用呢，就计入到财务费用啊就可以了。好、啊，借款的这个披露呢，就是关注一下我们借款的这个类型啊，是不是都有充分的去进行披露啊？我一再强调的就是，我们借款如果涉及到抵押、质押或者是保证的这种情况。 啊，一定要在我们附注里边进行充分的这样一个披露。啊，借款如果是说逾期之后，啊，如果是存在这个逾期的情况，也就是我们到期了，企业没有能力去偿还银行的这个借款，啊，这种情形呢，也是需要去进行一个披露的，因为它通常预示着企业的这个偿债能力已经恶化的比较严重了。 那如果逾期借款引起诉讼的话，我们需要去检查相应的这样一些诉讼资料啊，包括我们对方，包括对方的这样一个起诉的这样一个啊起诉这个诉状和我们我们这个被审计单位应诉的这样一个情况，或者是说双方。 如果是已经判决的话，那我们判决书或者是这个调解书，你是需要去拿到。如果没有判决的话呢，需要去考虑一下未来这个企业它所承担的一个潜在的这样一个呃负债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要考虑一下我们胜诉的这样一个概率是不是可以量化。如果可以量化的话，我们需要去考量一下是否需要在资产负债表日去确认一笔啊或有的。 啊，或者是说一笔预计的这样一个负债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这是呃，如果是预期的这个借款引起诉讼的话，需要去考虑的啊一个问题啊。同时，我们最后第四点啊，就是关于这个短期借款列报的问题。那如果是说你的这个借款啊是两年啊是两年以上的，或者是一年以上的，我们原来是在长期借款去去列报的。那么，如果是说这个借款期限啊， 短呃，或者说它到期的期限短于一年的话，我们需要把它从长期的这个借款呢，去重新划分到我们的呃这个一年内到期的短期借款里头去啊。啊，这个是关于这个借款啊借款的一个披露的一个情况。呃，我们今天呢，就是还有一点点时间，就是再给大家去呃提一下关于那个应付票据的那个审计。 那应付票据审计这一部分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说它是结合到我们的这个啊、呃、企业信用报告这一部分一起去进行的。那我们在做应付票据的审计的时候呢，首先我们会有一个应付票据的这样一个啊、呃、基础的一个明细表，啊，这里呢讲几分钟就好啊，带给带一下。 因为我们后面好像也没有单独的再去给大家讲这样一个东西了，啊，这部分因为它的内容也不是很多啊。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把这个放大一点。 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到我们的这个资产负债表日，啊，截止到我们的这个资产负债表日，所有未结清的这个票据、应付票据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截止到资产负债表日，所有未到期的应付票据，我们会有一个票据的一个明细表，啊，这个票据明细表呢，它对应到的就是我们。 每一张已经签发出来的这个票据了啊，已经签发出来，并且啊，已经在我们已经支付给我们的这个呃供应商的这样一个一个票据的一个情况。那这里呢，我们这个票据它也会详细的去记录我们票据的一些基本信息，那包括我们的这个出票日、到期日、票据的这个金额啊、票据的出票人、承兑人。 收款单位是谁啊？票据是否是这个收款人是不是关联方？是否是计息的票据？那目前呢，这个国内啊，基本上是没有这个计息票据的啊。票计息票据呢，嗯，基本就没有。啊，以及和这个信用报告核对的信息是否是一致的？那这里呢，就是就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里说这个核对一致是指什么意思呢？ 企业在签发应付票据的时候，那其实它是借用了一种融资的便利啊，对吧？因为我们通常情况下在采购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说你是直接将这个银行存款通过转账的形式付给你的供应商的话，那么你的资金是立马就是需要划转出去的。那这种情形下呢，我们的我们对于资金的这个。 循环使用的时间呢，就会比较短啊，就会比较短。那如果是说你换一种情形，我要付一百万给供应商，那么我不是说直接转一百万的这个现金给到供应商，而是说啊，通过缴存五十万的这个保证金到银行，那么银行给我开具一张一百万的这个银票啊，也就是我们说银行承兑汇票，那么我把这一百万的银行承兑汇票再给到我的供应商。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可以啊，因为我们银行承兑汇票呢，一般这个期限是半年的时间嘛，也就是说，我可以等到半年之后啊，再把剩余的这个五十万啊缴存到银行，同时呢，半年之后票据到期，那么银行才会把这一百万划转到我的这个供应商，那么我对资金的这个利用效率呢就更高了，也就是说，我可以啊。 占用我的供应商的资金啊，再占用个半年的时间，对吧？这个占用的这个成本呢，就是很低的。这个成本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去向银行申请开具票据的时候，我们给到银行的这一点点的这样一个呃手续费啊，就是开具票据的这样一个手续费。 那其实这个成本就非常低，所以说实际的这个工作呃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企业如果是说它是比较，它相对于它的这个供应商而言，它如果是比较这种强势的这种的话呢，啊，它就会去申请这个票据啊，占供应商的这个便宜，对吧？那么在申请票据的过程当中，我们企业是需要缴存一定的这个保证金的。那通常业务 通常的这种业务惯例的话呢，是需要缴存你以开具票据的票面金额的这个百分之五十左右作为保证金。那么这个保证金它是需要存到你申请票据的这个银行的这个户头里边去的。那么你存进去了以后，因为这个保证金它是用于票据到期到期的时候，那么划转给票据持有人的。 所以说这个票据呢，它是属于啊、呃、受到限制的，它的使用是受到限制的，它只能够用于票据到期的时候支付给持票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银行给了企业一定的这样一个授信，其实相当于啊企银行给了企业的一个呃授信担保，相当于是，因为如果这个票据不是银行有承兑的话呢，对方也不会签收。 那其实呢，这种情况下，它是一笔类似于是一笔类似的这样一个融资的业务。那么这笔融资，我们也会体现到我们的这个企业信用报告里边去。我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信用报告里边，我们其中有一项业务，不就是这个银行承兑汇票的那个金额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如果是说有去被审计单位，如果有去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的话呢？ 我们在银行承兑，呃，在这个信用报告里边就会去看到相应的银行承兑汇票的这个业务的笔数，以及这个业务的一个融资余额。那么，我们根据我们在这个征信报告上面看到的这个业务笔数和业务的融资金额，再去和企业账面的这个票据的这个保证金的这个金额去做核对。 和我们应付票据的这个余额再去做核对，核对一下是不是一致，所以就会存在这这样这样，呃，这里的这个贷款卡信息核对是否是一致的这样一个权，一个一个选项了，啊，啊，这是关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银行汇银行承兑汇票它的这样一个核对过程，啊，这个所有截止到期末还没有到期啊还没有到期的这个银行承兑汇票。 我们会列出一个明细表，按照这样一个基本的格式列出这个明细表。那么，这个银行承兑汇票实际上是我们企业承担的一笔啊，承担的一笔负债了，对吧？那么，这个负债相应的也是需要去做一个函证的啊，需要到银行去做这样一个询证。 那么在询证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呃方式和方法和我们其他的这个货币资金和应应这个短期借款的一个询证方式呢，啊，它就是基本一致的啊，它就是基本一致的啊，包括我们用的这个函证呢，都是同样一张函证。但是呢，大家会发现，就是说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你看他会看他这里呢，这个银行承兑汇票有多少笔啊？有将近七十多笔，对吧？七十多笔。 那这种情况下，我要函证这样一些汇票的这样一些信息，我怎么去做呢？啊，我会呢，我们呢通常会把这个银行承兑汇票的这样一些信息，我们会做成一张附表，就是我一开始给大家看的那张 Excel 表的这个附表，把这张附表呢啊去打印出来，那么附到我们的这个银行询证函的这个后面。 啊，去附到我们银行询证函的后面，那么交由企那个银行柜台的这个经办人员逐笔去做核对。那我那像这样子的这个询函呢，它的这个呃询证的这个过程呢，就会比较花时间啊，因为银行在核对的时候，它需要每笔每笔逐项逐项的去做核对。那有的时候，如果是说你申请两啊、呃，比如说你申请两千万的这个票据，对吧？ 那开的这个票面金额都是十万的，那你这种时候呢，就有两百张票据，那每一张啊票号还都不一样，然后你去巡函的时候呢，可能打出来好几页，那人家就要逐笔逐笔的去跟你做这个核对了。那这是我们关于这个票据的这个巡函啊，应付票据的这个巡函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去操作。那么应付票据里边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程序呢，就是关于我们票据的保证金。 跟我们账面的这个货币资金里不是有一个其他货币资金票据保证金的这样一个金额嘛，是吧？我们要去做一个合做跟我们的应付票据余额去做一个勾记。那这个勾记核对呢，啊，其实就是要核对一下我们应付票据啊，它按照这个保证金缴存比例应当缴存的保证金和我们账面的其他货币资金的这个票据保证金余额是不是一致？ 好、啊，这里呢非常简单的给大家去说明一下，比如说我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像我这里的所有未到期的这个应付票据，它的金额啊，它是两千七百万。那么这个两千七百万是我们应付票据的余额，但是我们实际上缴存到银行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缴存的这个比例。 啊，你像我们这里呢，它缴存的这个，呃，这里啊，我们这几笔票据呢，它缴存的这个比例呢是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说，我们这几笔票据的这个金额啊，乘以这个百分之三十的保证金比例，就得到这几笔票据的这个保证金的这个余额。而我们其他的这个票据的话呢？ 它的这个保证金比例，我们去对照一下，这个跟银跟银行签署的银行承兑汇票的这个承兑协议，我们看一下其他每笔票据它的保证金是多少。比如说我们第一笔啊，如果保证金是一半的话，我们就用第一笔乘以百分之五十啊，得到第一笔票据应当缴纳的保证金。然后第二笔票据，如果保证金也是百分之五十，我们第二笔票据再乘以百分之五十，得到第二笔票据应当缴存到银行的保证金。 那么以此类推，第三笔、第四笔，我们逐笔去核对每一笔票据的这个协议啊，它的这个保证金比例。那通常像这种如果是成批签发的这种票据呢，它保证金比例都是在同一个合同里约定的，都是一样的一个比例。那我们逐笔测算以后，会得出一个我们应当缴存的这个保证金金额。 然后这个金额去跟我们货币资金里边其他货币资金啊三级明细呢，就是银行汇票保证金这个金额去比较一下啊，如果是一样的，那说明我们这个勾稽呢就是正确的啊，就是跟就是正确的啊。这里呢，基本上这个票据的这个审计审核应当关注的一些地方啊，就就这样一些啊。这里呢再提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应付票据。 如果是说啊，它到期以后，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说，企业在向银行申请签发应付票据的时候，它实际上并没有把所有的这个资金都缴存到银行，并没有把所有跟票面金额相一致的资金都缴存到银行，只是缴存了一个呃比较低的一个比例，百分之五十或者百分之三十。那如果是说到期之后，如果是说这个票据到期之后。 我们的这个被审计单位，或者是说这个企业，他没有能力啊，没有能力去支付剩余的这个票据金额，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处理？那如果是说到期以后，企业没有能力去偿付剩余的票据金额的话呢？啊，持票人他拿到了这个银票，到了这个承兑银行啊，去申请兑付的时候，银行是会去兑付的。 那银行会去兑付，因为这个票据它是一个无条件的一个支付凭证。那银行在戳下那个承兑章的时候，就已经确认了银行到期付款的这样一个责任。那银行付款之后，银行代我们的这个呃出票企业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被审计的这个单位所承担的这样一笔资金呢，就会转为我们被审计单位的一个。 短期的这样一个借款啊，就会转为我们被审计单位的这样一个短期借款啊，这是关于我们票据如果是逾期了以后它的这样一个处理啊，它的一个处理啊，今天要强调的呢，基本上就是这么多啊，啊，我们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呃，打开 Excel，放大到一百二。哦，好，看一下啊。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呢，基本上就到这里啊。然后呢，就是呃，年后好像就是还有两周，对吧？我们看一下，检查借款增加值，检查审计期间增加的。 啊，我们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呃，对于我们审计的项目而言的话呢，啊，我们通常是只检查本期增加的。那如果是说以前期间形成的，如果是以前期间形成的，那前期呃，并且以前期间形成，那么到我们审计的那个时点上又没有结清的这种借款，那么你可以要求他把以前期间的这个。 借款的一些合同一起给到你去做一个核实啊，因为本来这个以前期间形成借款呢，你也是因为它还在账面上嘛，你也是需要再去做这个呃询函确认的。那么相应的这个金额，那么你可以再去做这样一个呃凭证检查的这样一个测试，或者是说你最起码需要去确认一下合同条款。 啊，合同条款跟我们账面所反映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一致的？呃，所以说我们在检查当期增加的这个银行借款的时候，当期肯定是我们的一个重点。但是如果以前期间形成，只要在当期没有结束的话，没有结清的话，我们也需要去关注。嗯，到期没办法支付的票据应当转为短期借款时扣除。 扣掉是扣除掉保证金之后的金额转为短期借款，对对，啊，因为那个保证金那一部分呢，它本来就是用于到期那个票据到期的时候履约履约的嘛，啊，捋舌头打不直了，履约的啊，像这个持票人履约的，那么票据到期的时候，那么这个保证金会自动作为这个兑付票据的这样一部分资金，但是。 啊，同时要求在到期的时候，企业的这个账户里边要有剩余的足够支付票据的这个其他资金。如果企业没有的话呢，银行就会把缺口的这一部分呢，啊，去代企业支付掉。啊，保证金账户审计的时候怎么审？保证金账户在其他货币资金里啊，那其他货币资金里边，我们在审计这个货币资金的时候，我们有函证呀，我们会去做函证呀。 啊，就这样，函证他会给你确认这个呃保证金的这个金额嘛。同时，我们在做这个凭证抽查的时候，我们当期所呃所支付的每一笔保证金，我们都会去做这个凭证检查呀。啊，其实最主要的这个审计程序就是我们货币资金函证的时候，啊，他会把这个其他货币资金也会去做这样一个，也会去做这样一个询函嘛，也会做这样一个函证确认。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今天我们是呃节前的最后一天上班啊，然后然后晚上这个下班以后呢，啊，同事们都出去嗨去了啊，所以说这个这个这个留我一个人在这给大家上课啊，大家要多捧场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嗯。 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怎么了？我看看啊，民间借贷在哪里？哎呦等一下啊，民间借贷是只能直接询问企业，不能放在短期借款，要调去其他应付。 嗯，其实这一点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也也要看一下，就是说，呃，这个民间借贷的一个性质。那其实通常从核算上来讲的话，呃，如果不是正规的这种，就是正规备案注册过的这种民间借贷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放到这个短期借款，而是放对，而是放到这个其他应付款可能会好一点啊。 嗯，但是就是说，关于这个民间借款业务，那么我们通常情况下就是说，嗯，如果他没有反映到我们的这个征信报告里的话，那么我们只有去，一般情况下是直接去向企业的啊、呃、这个人员去做这个询问的，啊、嗯，同时他的这个民间借贷，如果是说和就是嗯比较相对正规一点的这种民间借贷的机构的话，他也会有合同，但是会有一些。 这种不太正规的，他是连合同都没有的啊，连合同都没有的。然后他在他在呃放款的时候呢，啊，他会优先就把应当付给他的这个利息啊，直接扣除掉，以后把剩余的这个金额啊打给这个呃借款的这个企业。但是我们知道，在银行的话，这种方式这种操作方式是不允许的啊，它是不允许你直接就先扣除利息的。 那那，那但是在民间借贷里头呢，这种嗯这种情况就比较普遍。同时，民间借贷还有一种问题，就是说这个利率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合同法里边，它是有一个规定的，对吧？就是关于这个民间借贷，它有一个利息的一个上限的规定啊。它是说呢，在利息啊，利息率在百分之二十四啊，百分之二十四以下的这种的话呢。 啊，它是属于一个合合法的啊，它是一个合法的。那么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六的这个利息呢，它是属于一个啊自然债务的这种这种情况，对吧？那也就是说双方你情我愿，那你那不超过这个三十六呢，啊也是可以的。那超过三十六呢，啊这个就是属于这个恶债了啊，也就是说这种这种利息约定呢，就是属于。 啊，法律上也不认可的这样一种利息约定了啊，所以说在遇到如果项目上有这种民间借贷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啊，还是要去跟企业去了解一下具体的这样一个执行的情况啊，包括它的一个利率的情况。 包括你民间借贷一个金额，你偿付利息怎么偿付啊？是这个到期一次还本呢，还是说分期偿付？那利息是预先扣除呢，还是说这个在借款期限内啊，逐期的去扣除啊？并且还要考虑一下你你这个是不是存在其他的这样一些担保的这种形式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就是说需要去向民间借贷，或者是说这种不正规的这种这种。 机构去借款的这种企业，它可能已经非常非常难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去借到钱的话，啊，这个放款方的话，可能也会附加一些其他的一些条件，可能才会放款给到他。那这种这些情形呢，我们都需要去做这个了解啊，都需要去关注一下。 呃，像自己的财务公司借款，它放在其他应付。嗯、呃，其实如果是说是合并内的这种的话，倒倒没所谓啊，因为这个有很多企业，他会把这个集团范围内合并内的这种款项，啊、呃，他会放在其他应收应付里边，然后呢，在做合并抵消的时候呢，就直接抵掉了，这个是没问题的。 保证金账户就是因为企业签发了应付票据这一种情况，呃，那不一定啊。保证金账户可能除了这个应付票据以外，还有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一些情形。 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它像有一些跟境外的一些业务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履约保证金的这样一些要求。那么双方谈定了以后呢，可能会在指定的这个银行去啊、呃、去开设。对对对，像这个信用证的这个情况就是一种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那个呃嗯那个叫什么来着？呃本票的那个那个保证金，包括还有我们那个信用卡的那个保证金。 有很多种保证金的啊，它不仅仅是，只是说我们这里提到这个应付票据保证金呢是比较比较常见的，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啊，因为我们讲，其实如果企业它可以的话，它就尽量多使用这个应付票据嘛，对吧？因为它可以去啊、呃、增强我们企业的这个资金的这样一个利用的这个能力嘛，啊，它可以，它是一种。 啊，这种费用比较低的这样，呃，这个成本比较低的这样一种利用资金的一种形式。嗯，好啦，还有还有什么问题吗？啊，没有了是吧？啊，再再等等几分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上一次好像是。 呃，上一次是不是有给大家发一个模拟的一个公司的一个数据？然后，然后大家可以下来看一下，就是那个就是按照我之前给大家说的，我们每一个项目进场以后会取得一个基础数据。那这个基础数据呢，包含我们的一个余额表，包括我们的一个全年的一个叙事账，包括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那同时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往来核算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往来辅助核算的一个余额表。那这些这个基础数据呢，是我们开设那个审计工作底稿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原材料吧。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原材料。那么我们在有这样一套这样套数据之后呢，我们所有的一个会计科目的一个底稿基本上就是可以去填写了，可以去填写了。那么同时， 我们比如说这个呃凭证检查的这样一些一些底稿呢，也是可以去填写。当然，但是当然我们的凭证检查，它在完成这个底稿填写是其次的。我们最重要的是说，真正通过去实地的去核查凭证后付单据跟我们凭证上记录的这个会计处理，它是不是一致啊？而去评判企业的账务处理是不是对，而不是仅仅为了完成那张 Excel 表。 啊，单纯就那张凭证检查的 Excel 表呢，它没有太大的意义啊。它必须得是我们结合企业的凭证，结合企业凭证后复原始单据去,去评判啊，才是有意义的啊。但是呢，那个模拟的财务数据呢，就是帮助大家去建立一个比较呃比较怎么说呢，比较直观的这样一种体系和认识，就让大家对整个审计过程当中。 我们究竟需要呃取得哪一些基础数据？先有一个有一个认识，然后在有了这些基础数据之后，你分到的具体科目，那么再是根据你分到的这个具体科目的一个取证要求，我们在讲每一个科目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提到你做的这个科目，你需要关注哪一些审计证据，你需要去取得哪些审计证据啊？它就是先有一个基础资料。 在有了基础资料之后呢，它会有一个这一个科目或者是这一个业务的一个核心资料。那么这个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会我会去着重跟大家强调。啊，这个呢资料基本上整体的体系构成就是就是这样子了。然后后面的呢就是说，呃、啊、一些一些基本的一些原理。 啊，填表而填表，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什么意义，并且你会填烦啊。你填几天，可能你就烦了。你必须要去思考的是，我这个表背后的一些东西，就是说我填这张表，我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做任何一个任何一张审计底稿，它都是有一个目的的一个一个要求的，或者是说我们设计一个审计底稿，我们就是为了实现某一个小的审计目标或者某一个具体的审计目标的。 啊，所以说，嗯，要有一个高度上，我们要提升一下下啊，不要，不要就像一个搬运工一样，我们不做数字的搬运工啊，那样的话，你搬一辈子都没有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并且呢，啊，这个搬运工呢，可能还是非常廉价的，对吧？还不如工地上的这个搬运工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呃、啊，这一部分要去要去多思考一下，嗯。 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我就退了啊。<laughs> 嗯，好，就是大家有什么关于审计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再，呃，再沟通一下啊。啊，对，回家过年，对，明天就可以回家了，非常开心。然后，好嘞。 好嘞，那大家也一样啊，新年快乐！好啦，那我走啦，拜拜。